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城，我是功夫城教练郭念冲。啊，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鞭杆的一个防守动作。我们在防守的时候，不要直接平推去格挡，它一定要有一个动作，要画弧形、画圆，这样呢才能躲过这个兵器的力度啊，冲击力。这样平撞的话，冲击力是达不到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画，也可以斜着画。对方打过来的时候接住，这样斜着画，因为我们这样打完之后可以顺势变动，顶进去。格挡完划开，这个时候顶进去了。格挡不要平，可以画往侧面打完就可以偏，打完就捅进去啊，这个还比较好避。向前打完，打完撞完就顶出去。但一定不要平推，因为平推的时候不好发动，所以你一定是挡住往旁边压过去，在那画圈往旁边压过去。这样好变动打进去，这是一个防守转换。